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午安！这个呃艺术永续的论坛来到了第七场博物馆永续的议题。经过去昨天跟今天上午的种种的讨论，我们对于艺术永续跟博物馆的关系，其实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它不只是一个信念，更是一些行动。这个行动不只包括了技术性。 或者是行政管理的层面，更涉及了更根本的艺术方法，以及美术馆经营价值观如何转换的重要课题。这一场次的两位演讲者以及两位语谈人，将在这几天研讨的基础上头呢，把这个议题拉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先介绍两位演讲者。 呃，第一位是 Susanna c u a r t e r 她现在是澳洲当代艺术馆的馆长。然后第二位是 f r a n z m a u r i c e 她现在是泰德美术馆的名誉总监。当然，艺术圈的朋友很熟悉这两位，也都是非常资深而优秀的策展人。那我们先请 Susanna c u a r t e r 跟 f r a n z m a u r i c e 两位呃。 老师呢，先跟观众挥手，打个招呼。好的，那这两位呢，除了是资深的美术馆的策展人之外呢，作为今天议题的一个演讲者，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他们两位呢，同时都是在这个呃、嗯、i c o n 底下。 现当代美术馆专业委员会的重要的成员，然后也是在这个呃专业委员会底下呢新设立的永续与生态工作小组，一位是创设的主席，一位是现任的主席，所以两位的演讲，等一下会从国际组织的。 一个国际专业组织的角度呢，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想这件事，怎么做这件事。一个国际性的跨馆社的组织，又可以有什么样不同的策略？那接下来我把呃，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语谈人哦。呃，第一位是前呃高雄市立美术馆的馆长李玉林李馆长。 第二位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焦传金焦馆长。好，那焦馆长，呃、嗯，是这这个这两天的研讨会里面呢，应该是唯一的非艺术类好领域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专家。啊，但是我想大家应该也非常期待他等一下从不同的立场的回馈。然后这个玉林馆长呢，他在这个馆长的任期当中呢，面对了一个。 台湾的美术馆里面非常巨大的哈艰困的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里面怎么去回应今天所关心的艺术永续的课题？等一下我们可以期待玉林馆长的分享。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呃第一位的演讲者 Susanna Coter。OK，那我应该开始吗？ 好，大家早安、午安、晚安。那不论你在世界哪一个地方，都谢谢你来参与，谢谢北艺大的邀请。 我叫做 Susanna Coulter，是澳洲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那同时也是 e c o m 的成员之一。那 Francis 跟我，我们也会稍微再介绍一下 i c o m 这个组织。 那同时，我也会介绍 c i 西 a c 是国际现当代美术馆委员会，我们是专注在博物馆的永续与生态实务上面。那。 我们 CIMA 是成立于一九六二年，那主要是为了推动我们社会的文化发展。那 CIMA 其实也是提供给国际的艺术家一个发发表的平台，那主要是专注在当代跟现代艺术上面。 那同时，我们也注重我的是永续发展。那我现在先跳到下一页，看看有没有办法换页。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西 i 呢，它是关注于博物馆的永续生态实物。<music> 那它这个是有。 CIMA 呢，它其实是希望能够遵守 SDGs 的目标，那希望能够开发出一些方法来达到碳中和。那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各位，大家都是对于生态环保、永续很感兴趣的。透过 CIMA 还有。 国际上的博物馆的连接，那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博物馆上的变革，并且找出具体的方法。那博物馆呢，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上面非常呃重视，也是很尊敬的。 一个机构，那它是取得社会上很多人的信任。那我们在博物馆里面，我们其实是有开很多的，呃，这种研讨会啊，或是论坛，来教育观众，教他们什么是勇士的最佳实践的方法。那同时，我们也会。 所以我们也会去做一些问卷的调查。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页，我们有一个这个永续的生态呃小组。那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是这些小组的成员。那我现在是二零二三年。 的主席，那 Francis 是二零一九到二零二一年的主席。那我等下会再仔细的讲一下 Simon 的部分。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做的一些呃调查，还有我们的调查完之后的结果。那主要是看。 现代跟当代美术馆，他们要如何行动来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这个就是我们调查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主要是调查四个。 呃，国际的主要的博物馆，那同时主要是希望能够达到美国的这个二零三零年的一个目标，永续的目标。那这里面呢，希望达到百分之七十的永续发展目标。 那不管他们的发展程度如何，是开发中国家还是已开发国家，那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去呃做更多的这个永续发展，并且去让贫穷的人口减少。那在 c u p 二十七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他就谈到气候正义的。 这个重要是我们很重要的参考指标。那除了这些这个调查呢，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的博物馆及相关的译文机构，嗯、呃，博物馆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机会点，能够来推广达成永续发展目标，透过倡议，嗯、呃，提升民众的意识以及促成。 有意义的实质的对话，所以博物馆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来推动产业或是整个社会的正向改变。所以 Cman 呢，我们其实这些调查是希望能够了解我们如何可以更积极的去达成这些 SDG。 那如何展现我们身为译文机构的价值？所以，来自三十三国的八十八个译文机构呢，就参加我们这个调查。那很多的这个受访者呢，他们有些是独立策展人，有些人是这个在这个董事会委员会，或者是来自博物馆的公关部。 外部顾问、研究员、艺术家或者是教师等等，那他们的回答就发现说，其实呃，博物馆它所处的这个背景框架是非常复杂的，那也影响了博物馆怎么去制定永续发展计划，来达到联合国的二零三零发展议程。那在这十七个这个 SDG 里面呢？ 呃，这个问卷调查凸显了其中九项，特别跟博物馆有关，着重在教育、包容、性别平等、呃，职场环境、职场条件、经济成长、永续城市与社群，以及负责任的生产消费、气候行动、和平与正义，以及伙伴关系。 那这个调查呢，它其实也包含很多开放式的这个问答，主要看永续发展的三大课题，呃，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所以受访者呢，他们可以呃有回答这些是非题，还有多选题。那也可以透过开放式的问题来分享自己的做法。那我们把这个结果分成两组，一种是。 达到永续转型的阻碍。第二个呢是博物馆可以采取的机会以及行动。那 CMM a 呢就跟很多的永续专家一起来评估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另外。 也针对三大面向去看，这个 curating tomorrow 的总监呢，他就协助我们去评估各个译文组织达成环境永续目标的进程。那还有在瑞士洛桑博物馆的这个专家，也对于这个受访的结果，给我们很宝贵的这个建议。 那根据 k a i l i n s l a v i c 博物馆目前哦正在改变。那 Icon，各位可能知道说，几年前 Icon 推出了一个这个计划，希望能够重新定义这个博物馆的定位。那他们也推出了新的这个定义。那几年之后呢？ 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博物馆它只在提供社会大众服务，但是这个问卷调查表示说，哎，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很多的挑战是在这个财务预算的部分。 那博物馆要达成社会永续的话，就必须要改变他们的做法，也要改变他们的心态。那建议做法是要有更多的合作，还要跨业的这个支持，博物馆之间要交流最佳做法，也要在这个国际上有更多的政策交流以及倡议。博物馆也应该要能够参加相关的会议，有这个决策权。 能够确保说政策的执行，还有这个对人权的尊重，考量大众的福祉，都是博物馆要考量的。那另外，根据 c a t e i n Slavic，很多是跟平等相关的议题，其实不是文化产业独有的，气候正义。 也都是各个行业面临的问题。那其实也根据不同的国家，每个博物馆面临的挑战稍有差异。那虽然博物馆它被视为一个这个永续经济的推动者，但是博物馆的经营者。 还是面临很多的这个挑战，这对于各种规模的经济体都一样。永续观光在经济部分哦，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很多的受访者呢认为说，博物馆对于推动永续观光是扮演重责大任，但这部分的这个博物馆的潜能哦，还没有被完全的探讨。那也很多受访者。 认为说，博物馆应该要在价值上取得共识。那另外，大家也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非正规或是正规的教育都是。那博物馆。 有能力去提升大众的意识，来支持绿色政策的实行。那很多的受访者认为说，气候跟很多族群的这个权利，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权利是息息相关。那从问卷调查可以看到，永续的三个面向，社会。 经济以及环境是呃牵一发动全身，那这也影响到了博物馆作为一个译文机构啊、呃，能够发挥的切入点跟机会点。那气候变迁、绿色是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们也必须去厘清，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促进对话的一个平台服务。 当地居民的一个平台，我们有这样的重任，要去提供所有族群一个充满包容力的空间。Henry Micky e 呢，他也有针对这个问卷调查结果发表一些这个看法。 他谈到说，联合国的这个二零三零议程，其实是地球公民要繁荣很重要的一个方针。他也强调了三 P 的这个原则。他认为博物馆，嗯、呃，推动环保永续的这个速度有一点慢。这是博物馆产业呢。 通常会觉得永续是阻碍发展的绊脚石，而且从在之中有非常多的挑战。博物馆产业也常常认为，永续就是包含，就是谈有效的使用能源、节能。 但是永续其实包含更广大的这个定义，是主要要让我们每个人跟自然一起繁荣共生。所以永续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挑战。我想他想要提的是，我们应该要把永续视为新的这个机会，而不是一个责任、一个重担。 所以，永续不只是要让我们的日常作业更永续，不只是要阻止现况恶化，而是要进一步去积极的去改善。所以，永续发展并不只是维持现状，而是找到克服挑战的方法，然后利用既有的资源去做得更好，迈向更有野心的。 这个减碳目标、永续目标。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呃，Martin Muller 教授他对于这个访谈结果、问卷结果，他说，就是当我们谈到永续跟经济。 通常就是非常复杂、很棘手的一个课题。他说，很多的这个科学永续模型很难去权衡经济发展以及永续，必须要去考量这个生态等等的元素。那。 今天很多的这个预算或是金钱的运用，都是在考量如何最大化利益，而不是永续。所以一直有这个经济与永续拉扯的两难。那穆勒、er、教授他觉得。 很多的译文机构、博物馆都愿意去应对这样的挑战，然后做出改变，这是他觉得蛮乐见的一个发展。那也也有制定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就不去细讲这个阻碍还有挑战的部分，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 CMan 的网站去看这个。 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那在结论的部分呢？其实这个结论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发展出一套这个最佳实物，那博物馆也应该。 译文机构也应该要勇于承担身为地球公民的责任，才能做出改变。虽然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在永续之路上啊、哦、起步缓慢，但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啊、呃、发展。那同时去兼顾人权、族群正义以及社会正义。那我在一开始说。 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其实对于 C-MAM 的成员，还有博物馆专业人士有蛮大的帮助。那接下来想要分享我们在 C-MAM 做的其他事情，还有这个我们的环境永续工具箱，里面包含这个碳足迹的计算工具。 还有相关的这个永续顾问可以使用的专业词汇表，不同的这个资源都有及时的更新，那也有分享一些最佳实物。那关于我们其他采取的这个行动，我们所有 c m a m 的成员都会彼此合作。 那像今年，我们就一起签署了这个让气候变迁获得控制的这个宣言，就是跟 Key Culture 一起合作。 那我们也加入了 Climate Heritage Network，这是一个国际的这个气候遗产网路。在二零二三年九月的时候，CMA 也加入了一个联盟，那就是加入这个艺术界气候行动宪章的联盟。 那这个是遵守巴黎协议的1.5度 C 的一个呃行动倡议。那由于我时间不够，所以我希望啊、呃，我的简报可能就到这边差不多。那希望未来三年，我们可以再更呃专注于原住民思原住民思想上面的一个推广。那。 并且推动永续的发展。希望我们能从全世界的原住民这边集结一些想法，汲取一些呃知识，来去探讨怎么样守护地球。那我们会继续不断的去上传不同的工具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然后，让我们博物馆界有这些工具可以使用，然后用这些工具来推广永续，抑制气候变迁。那作为一个博物馆的馆长，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这么多的呃议程在推动，有政治层面的。 然后还有各种不同层面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气候变迁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需要全世界的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所以我们要推广永续，我们要真正专注于去处理这个很紧急的气候变迁的问题。 那我们要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呃，我们就是要来看专家们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平台让大家发声。那同时，我们要怎么样从博物馆角度来激发大家的改革？谢谢。谢谢，呃，寇。 精彩的分享哦！那我想先，我们把握时间，就先把这个时间交给第二位的演讲者，Frans Marie，名誉总监。Thank you so much，、uh, 非常谢谢。 呃，我希望大家能看得到我。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看不看得到我呢？看得到，好，很好。那首先谢谢各位，呃，邀请我来参加你们的论坛。有这么多呃非常棒的与会者跟我一起，我感到非常荣幸。那还有这么多的观众。 那我今天要稍微讲一下泰特的一个历史。那希望我的演讲能够给各位一些启发，让大家可以从我的演讲中找到一些面对问题的方法，然后同时也找到怎么样与现代的这些呃气候变迁。 去找到一些解决方法，应对的解决方法。那现在我们换下一页。那大家看到照片上面呢，就是我们泰特博物美美术馆。那它以前其实是一个发电厂。那它是在伦敦的呃河岸旁边。那它在一九七零年的时候就退役了。 那那个时候正好是石油危机，它是一个呃全球的一个危机。那个时候油价非常的贵，所以这一个电厂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营营运。那同时呢，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时候，大家稍微。 开始了解到有气候变迁这个危机的出现了，所以从这个发电厂，还有英国其他的发电厂排出的这些污染物，其实都是污染了整个空气，这是非常呃明显的事情。那所以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呢，呃，不但是财务上无法营运，那还有。 最这个环保上的问题，就逼迫这个发电厂退役了。那所以，我一开始谈到这点，是因为我觉得气候的变迁其实它没有办法，呃，只是减排就可以来做到的。那接下来看第三页，这也是。 二零一六年泰特的这个照片，那我们把左边的呃这个旧的建筑变成了新的建，重新去给为呃装修变成了新的目前的建筑。那这个新建筑呢，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地标，因为它的。 这个呃，建筑师他其实很有名的。那当他在建造的时候，他呃，我们在去找新的这个建筑师来重重建这个建筑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城市环境中选选好的位置，然后要看他们怎么利用自然光，然后看他们能不能用到呃。 好的，这种呃，运用水资源的方式，然后还有通风等等。那在二零一七年的二零零七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标杆管理，来去看我们的这个碳排的问题。大概二十年的，我们再看这一个美术馆二十年的这个碳排的情况。 那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这这一张。大家在博物馆这里工作，那其实博物馆的运作，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四大呃原则，那就是上面列的这四点。 那第一个就是你要，呃，知道揭露你的治理，你要承诺做什么，然后再来要揭露的，就是你的财务，谁付你们款项？你是从政府这边获得补助吗？还是怎么样？那这些都是要达到平衡。那另外两个揭露是大家也需要知道的。 第一个是，要知道你的观众是谁，你的参观者是谁，你有没有呃跟观众这边建立起信任关系？那刚刚的讲者也提到说，呃，博物馆是大家信任的一个机构。那博物馆本身呢，其实就是需要去揭露他的观众是谁，然后。 还有必须要揭露他的艺术家与藏品。那像泰特这么大的一个美术馆，那其实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四点。那这是一群艺术家的照片，他们都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那他们跟我一起开了一个会。 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跟我一起开会，那他们来这边跟我谈，说 t e t 要呃怎么样支持他们，然后放大他们作为艺术家对于气候变迁的想法，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反思的开始，因为。 像泰特这样子大的美术馆，在现在气候变迁的危机底下，我们应该要更有，呃，更负起责任。接下来下一页。所以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要直面对。 气候变迁的问题，那当然在那个时刻，呃，我们确实是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趋势跟方向。但是，确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让我们去开始推动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气候的灾害出现，同时。 在英国这边也有一些调查，然后发现百分之二十七的英国的人口认为全球暖化是全球三大问题之一，只有百分之二十七人的人口是这样认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把所有艺术家召集起来，然后一起去。 提出这个倡议，说我们要展开行动，所以这一个呃时间点，其实对泰特来说，像是嗯、呃、一个里程碑，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责任揽在身上，在英国以及世界去持续的推动呃这个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我们的展演里面，就打算加入更多呃永续发展的元素，那还有我们的一些行动，同时提供艺术家一个呃永续发生的平台，并且我们自己的这些呃要达到零碳排的这个活呃这个。 目标，我们也要努力的去实行。我们也有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特别就是专门在讲，呃，永续发展的。我们也会一直把我们的一些成果定期的上传上去，那给各位一些案例，那是我们展演的案例。 这是二零二三年的一个展览。那这一个展览是 s e l i n a v i k u n a 的一个展品。那他这个创作灵感啊、呃，是来自于古代印加人。然后他是在讲呃原住民的相关的议题，还有气候变迁的议题。那这是 Anik E 的。 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是非常呃棒的，它就是用科技来推动呃永续发展的一个概念，让大家注意到气候变迁的重重要性。那同时，我们也把这边作为一个呃艺术家发生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在。 建筑物的外面是可以让大家留言、留讯息的。那这个部分是让艺术家发声。那在我们的泰晤士河河畔，我们用很多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艺术装置，那就是展现融冰。那这个融冰呢，其实。 就是让大家知道，地球现在正在处于危机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光说不练，应该要动起来去行动。讲者目前的音质太差哦，口译员没有办法提供翻译。讲者目前的音质。 非常的长，口译员目前没有办法提供翻译。like Tate come from visitor travel, and they're not within our individual kind of to。讲者目前的这个音讯非常的模糊、哦，口译人员没有办法提供翻译。 But it will also have a massively adverse impact on our finances. So, just referring back to that slide that I showed you, these things are. are, are Power that we use from electricity and from gas. And then the other big area is procurement, and procurement takes us into scope three emissions and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we'll come to that. 各位现呃呃朋友，因为呃这个 Maurice 名誉总监他现在在这个所在地的音讯太多杂音，我们先中断一下，好让这个呃这个再重新做一个调整。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先来请教。 一下这个我们高美馆的前馆长李玉林馆长哦，刚刚其实不管是呃 Cote 馆长或者是 m a u r i c e 他们都提到了，呃，美术馆对应一个艺术永续的议题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是减少碳足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呃参与者实践者，在艺术永续涉及的复杂的，比如说社会。 环境、经济这种多多层面、复杂深层的议题上头呢，其实美术馆、博物馆可以利用我们的文化的影响力，来倡议大家更留意这些议题。那因为那个呃，在这几年高美馆呢的空间改造、行政法人的这个转型呢，是一个在台湾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事情。这些改变不是硬体的，不是技术层面的。 它其实涉及了一个博物馆、美术馆整体经营价值的转换。我们先请玉林馆长，啊，就是就延续刚刚两位讲者的议题呢，先来分享一下高美馆的经验。好。 那首先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哈曾燕所长，啊对高美馆的一些观察跟啊评语哈。那其实因为原本我们是应该听完两位讲者的呃完整演说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回应哈。那其实因为今天这一场也就是这两天非常有意义的哈，由北医大在二零二二年在北医大成立四十周年之后开始。 我觉得可以说是在台湾的艺文界发出的第一个比较响亮的一枪，就是艺术永续这个议题。那因为昨天我也线上这样看下来，感觉说，啊、呃，那个在回应啊。总之昨天晚上其实我跟我们的主持人哈，呃、啊，做了一些演练，就是本来我们今天预定的是以不要在各自馆所表述，加上我也已经刚卸任高美馆了哈，所以原本纯粹是想要回应两位讲者的一个状态，但因为。 嗯、呃，作为基督徒，我觉得神每件事情都有他看为美好的一面哈、哦。但因为看着昨天的这些呃与会者的与谈者都很认真的做了简报，所以我在紧急的情况下也还是做了一个简报，可以放到第一页吗？哦，呃、所以我我就现在的一个有点类似电档的时间哈、哦，我就稍微用简报的方式来、呃、分享一下高美馆这几年哈，诚、哦、如刚才的那个。 主持人好，曾燕老师提到的高美馆作为国内啊首座美术馆，好，公立美术馆改制行政法人这样的一个行政变革的契机，如何我们争取各方的经费，达到空间改造，而最重要的，程度，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一个新的价值观，整个高美馆定位的一个转型哈。那呃，原本我其实是有规划啊。 在这里啊，嗯，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非常谢谢啊北艺大规划这一场讲座哈，因为很抱歉，我去年其实太忙了哈，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今年有机会参加，我就嗯开始从这个子楼顾问跟我联络开始，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真的非常的契合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我提到是生命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地球的生命就是我们人类的生命。 呃，人类的生命其实是架构在地球上、地球之上的哈，嗯嗯，所以嗯，其实我就是真的很很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我想其实跟我有过不管是开会，特别是我的馆内同事们哈，如果现在有在线上，应该都在露着奇怪的笑容说：“好吧，馆长终于有机会讲了哈。”前馆长，就是大家应该都很感觉得到，我是一个嗯、呃，在环境议题上。 处于焦虑型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nerd。那透过这两天的一个呃语会哈线上跟待会的实体哈，让我发现到其实真的有很多伙伴在思考这件事情，而且有非常非常多创意的方式哈，让我感觉到。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也就是我在等一下的呃的简单的分享的一个最后的 ending 的一个讯息，就是每一份子都是 count 啊，每一个人都是嗯、呃、都是很重要的。那由于这个简报程度，我刚才说是昨天晚上紧急逼出来的呵呵，所以这个封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设计。其实这个标题就是我今天也就是刚刚想出来的，就是一个艺术永续哈。哦 a r sustains 这个 sustains 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艺术，包括艺术创作者、艺术家可以行动去永续，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行动底下，才能够 sustainable 变成一个形容词，去形成一个永续的艺术，哈。 好，那很快的，就是因为我希望 Carter 跟 Francis 依然依然在这个线上。By the way，我其实很想借由这个机会先跟 Francis 招招手哈，因为，啊、呃、我跟他有一个很巧妙的的 overlap 的生命的呃经验哈，就是他是二零一六年成为 TED Modern 的馆长，那我是二零一六年去接接任高美馆，而二零一八年我们也是成为台湾啊、呃、美术馆。 啊，呃，界里面第一个引进泰德的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展览叫做 Nude，哈，就是裸裸这一些这一个展览。而他在二零二三年，也是今年四月，也暂时卸下了所谓的 TED Modern 的馆长这一个职务，哈、啊。而他在他的这个卸任的这一个嗯、呃、感言上说，他将来要把自己投注在所谓的 Environment。 呃呃、uh,，oriented 就是跟环境议题相关以及现代主义相关的议题的呃计划，那几乎是说出了我在两个月后也卸任的的心声。我想我周边的好朋友跟我的美术馆同事都常常听说，我没有要退休，我只是卸任，接下来我要当环境的志工哈。那这也是一个呃先先一个小穿插。那接下来我想就用一点点时间哈来来。來 呃，稍微分享一下高美馆的一个结构哈，因为可能呃，应该两位呃我们的呃讲讲者都还没机会来，特别是啊，Francis 跟 Suzanne，特呃，借由这个机会，我很希望能够 extend my invitation to you to Taiwan and to the Kaohsiung Fine Arts Museum，好，到高美馆来。那就国内的呃呃朋友们，当然就比较清楚，高美馆是一个啊、呃，在一个大。 现在啊，这两年因为整个园区的改造，哈、啊，现在已经是一个超过四十三公顷的。因为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生态友善的一个环境，哈、啊。那左手边当然就是我们高美馆在一九九四年成成立的样态。我是自己、oh, OK 哈。那刚才提到的，其实我想艺术。 要发生，其实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也非常感谢，因为有这样子一个行政变革的契机。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呢？也是因为周边的交通，啊、呃，会有整个高雄市府的力量的一个投入，周边的交通会有一个新的，啊、呃、带动，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的这个所谓的，嗯、呃。 呃，轻轨哈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环境友善的一种交通的呃运量的一个方式哈。因为轻轨即将经过高美馆，让原本跟城市关系比较断裂的一个管所，有机会有一个新的都市规划的一个新的亮点。那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把某一种其实是比较是硬体改造的，像园区的水质、水域环境。刚刚才忘了提醒一点哈，国内的朋友当然都知道，但 in case。 国外的呃两位讲者也还能够在线上听翻译的话，好，呃，事事后都会录影中英，嗯、呃、，OK，好，那所以我就稍微讲细一点，我们的四十三公顷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嗯、呃、景观特色，就是有一个呃水。 水环境哈，有一个水域是超过呃呃十公顷左右哈，呃相对的大的一个呃水环境。因为整个高美馆的基地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呃沼泽地区哈、哦，那整个高美馆可以说是填了沼泽的湿地去建立起来的。而为什么这一区会沼泽呢？事实上，我们的往南走不到八公呃不到八分钟的行行呃走路距离，其实就是爱河。 好，也就是这整个水域的连接是当初高美馆呃被规划的时候建筑师的一个想象，但这个想象在历经从1994年到2023年，我接任馆呃2016年我接任馆长哈是二十二年。 对，二十二周年哈的情况下，周边的绿意已经俨然成型。从一开始的荒地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样状态，我我我在说的是 before 右手边哈那个右上角的那一个 before 改造前的高美馆，几乎来过高美馆的，不管是专业的或是观众，应该没有人会感受到，在 before 的那个画面的右手边的下角，其实就是那个水水环境，因为看不到。 好，更难想象高美馆其实跟爱河有任何连接好，所以我在整个，呃，是原本是硬硬体或者是基础工程的经费，也就是水环境的改善。因为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水，呃，其实是一个叫皮塘哈，但叫皮塘好像很小，可是它是一个很巨大的皮塘。因为原本我们的基地是更大的一个水环境。简单讲，因为优氧化的关系，所以要投入经费去把它改善。哈。 那，但是我觉得对，对对一个美术馆而言，这样子的一个改善，当然要要有形式美感的一个投入哈。所以我就把过往这一个生态，嗯、呃，我还可以继续转，哦，加速哈。OK，那个，嗯、呃，对不起，我我刚才稍微 lost 掉。好，我把它，我把它，我把它快速把它讲。对对对，就是从生态友善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我提出了一个愿景，就是改造成为艺术生态的园区，好，美术馆变成一个 a r complex，哈，那这个就可以看到，因为园区的改造的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跟大众呃民众有近距离接触的，就是大家看到像这些人形聚集的市集，那在这市集里面，就是从日常的实践里面，我们就开始加入了这一个所谓的环保的的的概念，就是刚才我提到我自己对环境。 至少在减塑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希望能够达到啊，尽可能的努力哈。好，那很快的就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市集，让一般的市民朋友来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自觉，没有对环境责任的觉知，我们至少透过创造利基，也就是你带着你自己的餐具来，你可以得到 discount 等等的。然后同时，我们去说服每一个呃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呃移动摊呃移动呃摊摊商哈 p e d a l e l 要一定要用免塑的一个呃非一次呃免塑的材料来来盛装哈、哦。如果呃来的民众没有带自己的所谓的餐具的话。 哦，那这个就是一些状况。那接下来，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就是渐渐当环境一步一步改造好，那室内的呃馆内的呃每一个展间，我当然就没有放在今天的简报里。但如何透过展览跟呃新的不同的活动的一个创意活动的一个规划，去唤醒大众对环境的觉知呢？这包括其实我有点点想要回应 Suzanne 的呃那我们要先调节吗？ 因为其实我刚才就是接续在那个呃让 f r a n c i s 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回来哈。我放完这一页哈，那因为这一页特别有意义，就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在听到 Susanne 的时候谈到的这个 Indigenous culture 哈，就是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如何成为我们接着下来再走到，如果人类还有机会再。 下一步跟地球建立关系，好。那我现在放的这一个展览叫做 Pan Australnation，就是把原本是比较属于 Australnation，也就是完全所谓的南岛语系原住民族裔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展览，把它打开来，变成是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用。 不一样的非现代主义式的与自然与地球的环境的一个呃关系的一个建立哈、喔，那我就先中断中断在这里啊，让那个 Francis 再回来哈、喔，谢谢呃，非常欢迎 Francis coming back。谢谢玉林馆长，那因为跟 m a u r i c e 的总呃名誉总监这边连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我们再请啊、呃、这个继续后半段的呃演讲。 谢谢，谢谢。呃，我刚刚听到这个李玉林馆长的呃这个演讲，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棒。那所以，我们再回到我的这个演讲，就是泰特在我们策展上面是怎么样把永续给加入进来的？那我们。 几乎是直接的改到了，呃，使用永永续发展能源上面，成可再利用的能源。那我们尽量减少差旅。那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去进行差旅的活动？ 那同时，也使用自动读表的装置来去读我们的这个呃水表，让收集雨水来去冲呃厕所的马桶。那同时呢，我们也去在展间里面控制呃温度跟湿度的这个方式。 希望能够用更环保的方式去控制我们的温度和湿度。那下一页。那我们同时也会用创新的方式来去保存跟运输艺术品。我们非常积极的帮助。 这个 b i s o l Group，那它是 Simon，还有其他网际网络的呃网络的伙伴。那我们是会用可以重复使用的包装，那我们不会用一次性塑胶来包装我们的东西。然后我们在运输的时候啊、呃，我们会把所有在管。 内获得的这些呃捡到的东西，拿去给慈善团体。那同时，我们也在屋顶上面养蜜蜂、养蜂。那所以，我们也想要跟一些知名的呃一些装置艺术表演合作。那比如说像。 从橡时长出项目这样子的计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呃，在这张照片里面，这是我们维护生态的一个呃展演的方式。那我们同时也在整个呃展演上面有一些整个典范的转移。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罗丹的创作。 那回到了呃，我们的建筑本身，我们在建筑里面，那也用很多这这个呃，像刚刚这个罗丹的创作，他撤展之后，我们就把这些呃能够重新使用的材料拿到这里去做一个亲子的一个展。 同时，我们也把鲑鱼从菜单上面给移除，因为养殖鲑鱼其实对海洋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我们重新呃放到菜单上面的是一些能够帮助海洋呃富裕的一些贝类跟海带等等。那同时，我们也 大量的减少，呃，这种运输的这些呃需要运用到运输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有一个虚拟的货运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行动是要去改变我们。 博物馆的一些呃做法，那当然呃，我刚刚讲的有很多都是在计划的阶段。那下一页就是我们实际上呃有更多的实践。不好意思呃，我们要再到下一页。那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公公开的。 我们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博物馆，呃的网页看到这些资讯，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资讯。那我们也达到了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在二零二三年减排百分之五十。那期望。 但是其实我们是预先达到了这一个目标，我们今年减排是达到了百分之六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用一次性塑胶等等，但这些都只是刚开始的一些行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绿色的呃采购，让我们整个供应链都变得更为环保。 那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要从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结构，然后来去做整体性的一个考量。这也是跨跨部门的、呃跨领域的一个考量，而且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改变。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未来的情况。 那我们要从根本去做改变。下一页，另外一个影像，这里是一个冰山。那这个代表是我们的展品的情况。用这张照片来做一个比喻，来看到博物馆。 有的藏品是像冰山下面这样子这么多，但我们展示给各位看的只有冰山上的一角而已。所以，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呃去替换这个展品，让能有更多展品能够展出。那所以这张呃表呢，是可以看到，呃我们往未来看。 到底有多少展品？他们从来没有展演出来。那我们取得这么多的展品，但是如果我们用目前的展演方式，在五百年后，我们还是有大概一半的展品是没有办法展出的，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地方展展览过。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没展出的展品，他们其实就是等于是滞，呃，等于是滞留的这种资产。那这些展品都没有展出的，它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储藏空间。在二零一八年，泰特有大概一万多。 平方公尺的储藏空间，但是二零六八，如果我们再继续取得这么多展品，那我们就是需要三万八千多平方公呃平方公尺的储藏空间，大概是三百六十三倍。嗯，所以我们博物馆要好好考虑思考这个议题。 我们要收藏什么样的产品？我们要怎么样取得这些产品？我们要怎么样照顾、维持这些产品跟展演这些产展品？这是都是一个新的发想思考点。这是 p h i l i d a b o r l o w 可惜他最近过世了。这是他的一个呃作品《c h l e d a l i q 这是今年的一个装置艺术。那。 弗雷达觉得他的展品现在呃被很多博物馆取得，但是都在储藏的状态。他其实是对这点是很担心的。那因为，所以他现在呃就创造的作品，他之前创造的作品就是专门放在户外的。他决定要把。 他的作品放到户外看起来非常的棒，因为这些作品他们在户外能够更展现他的这个美丽。因为就像树，它是有一个生命中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东西都有生命中期，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我们取得的这些展品。 那另外一个，这是瓜地马拉的一个艺术家，呃，的作品。那我们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展品，因为他不愿意贩售他的展品，不愿意卖出他的展品。但是他们，他让我们可以。 呃，取得这个作品的保管权，而不是所有权。那这个时间点，保管权的时间点过了之后，有其他的博物馆可以来取得他的保管权。那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呃艺术家沟通。那接下来在下一个例子，看下一页。 那我们现在有这种非常大的呃这种呃大型的展览，那这些大型展览都会把很多的观众吸引过来，但是他们过来的图上会有非常多的碳排，那我没有办法把这张数据很仔细的解释给大家听。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么多大的这种呃展览，那我们是从很多地方可能借展品过来，然后又把呃又有人流，那它其实这种借展来的，它的碳排是比其是比本地艺术品展出要多，碳排量要多，非常的多。那这个。 这样的展览也会吸引很多的参观者，那我们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抵消呃这些碳排量。那同时，除了减排以外，我们也要想说我们在社会上面跟生态上面我们要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可以看到，就是泰特在。 一九二零一九年的时间，呃的时候，大概百分之八十二都是展品，是呃展览是我们的营收主要的来源。那比较小的这个部分呢，则是。 我们吸引本地的观众来来看的本地展览，所以大家住在我们城市的这些呃人呢、啊，他们其实他们才是呃，他可以常常来呃我们博物馆的这些忠实的消费者。 那我们听我们的艺术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同时也听我们社群的社区的呃观众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希望在下一张投影片大家就可以看到，是我们有这个 Natalie Bell 建筑，这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建筑，那它。 这个 Natalie Bell 是我们社区的一个社工，那我们把他名字放在我们的建筑物上面，等于是纪念他。那所以在我们博物馆，我们应该要重新审视，不只是要减排而已，而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所在在哪里？我们。 要怎么样去实施我们的社会价值？那这些社会价值，我们要怎么样把它传播出去？透过呃我们的一些展演，那这些展演啊、呃、本身也是带有永续的意义，所以这样子。 呃的博物馆，我们也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群，在生态跟经济上面的支持。所以，我对于这个整体格局哦比较有兴趣，就是不止去想碳排放。 也去想怎么样去创造真的能够有贡献、有意义、有实质目标的这个译文机构，怎么样真的呃扩大我们对永续上的影响力？因为当前的这个未来啊，充满挑战，充满不可预知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呃，莫瑞名誉总监非常精彩的演讲。 啊，从两位的演讲者呢，我们可以看到，呃，Susan 呢，Cotter 馆长，他先提到了艺术永续、环境永续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课题。可是我们不应该把它当做是一个呃重担，而是应该当做一个重新思考如何行动的新的机会。然后他也，我们也看到这个呃 s i m n 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呢，他如何透过绵密的问卷调查，了解不同区域、不同条件的美术馆在应用这个课题的时候有什么特长跟挑战？我想这样的一个全盘的理解呢，是唤起所有不同的馆舍呢共同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呃，科特馆长他也提到，艺术呃，个艺术家。 跟美术馆不仅仅是一个呃参与环境永续、生态永续的一个实践者，对自己的所有的作为的一个全盘的调整，也是一个能够唤醒大家对这个议题复杂性、重要性的一个啊、呃、传播者。好，那刚刚其实玉林馆长已经呃先很快的呃分享一下高美馆怎么做，但是我想大家应该是。 意犹未尽，我们等一下最后如果呃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玉林馆长再做补充。我想先把这个在各位呃线上的观众哦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呃请教一下焦馆长，您应该是这两天的呃论坛里面呢、哦、的非艺术领域的呃跟艺术博物馆领域的专家。 在您自然科学的领域，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这个立场里面呢，怎么看待环境、生态永续这个议题？那个想法会不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呢？请您简短的分享一下。 好，谢谢郑燕所长。事实上呢，呃，我自己在学校里面呢上课也是会跟学生讨论这个议题。那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就会讲到很多重要的数据，比如说大家知道现在要啊、呃、想办法要在这个呃一点五度 C 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要 keep 这件事情，然后会讲讲到碳足迹这些。但是呢，我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馆的馆长。那我们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说。 科博馆呢，我们在办很多的展览，比如说全球的这个环境的变迁的展览、生态多样性的展览、缤纷的生命的展览。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对于自然生态保育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类似像呃很多的影展，比如说野望影展，像 BBC 的这些影片，大家看到呃地球的脉动啊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会很很受感动。但是呢，我觉得感动之外呢，我们要有行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呢。 我觉得呢，博物馆呢，它应该不是只有呃去做所谓的呃做展示，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要想办法让大家可以从观看这些展览当中呢，了解呃我们要做出一些行动的重要性。所以我今天也蛮开心的，呃，有听到呃两位馆长呢分享，呃，不管是从这个原住民的角度，以及从呃自己。 泰德美术馆要怎么去做这个呃自己的这个呃所谓的呃减低它的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角度呢？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呃，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呢，在第一位的这个呃讲者呢，就是这个 f r 呃这个呃 Carter 的对 Susan Carter 的这个馆长他的说法，就是尤其是在呃原名的部分，我想做一点点的补充啊，就是因为呃其实原住民呢，不管在任何国家，其实他们在这个。 地球上面或者在人类的社群当中，都已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了非常非常多年，所以他们有一套非常非常适合在环境永续这个议题下的智慧。所以呢，我、呃、我们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把呃原民的这些智慧跟文化来做推动。所以我们科普馆最近才成立的一个原民科学中心，那是希望当然是希望推动全民原教，也是希望通通推动全民原科。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就在。 不是在科博馆，现在在科教馆，在宜轩的那个策展里面呢，早家的那个策展当中，就是 homie 的那个策展特展当中，他就提到一个所谓的。 呃，小米妈妈的这个故事，那小米妈妈呢，她其实就是原住民的一个，怎么样可以呃，利用原住民的这种生活智慧，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气候的变迁，找出最适合的作物。这是在植物的领域，在农作的领域，在科学的很多领域呢，其实都有很多原民的智慧。所以我非常开心的今天可以听到这个，Susan c t r 馆长呢，他提到了我们要利用这个，想办法能够把这个呃。 这个 indigenous 的这个呃智慧呢，能够把它在我们推动这个呃永续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做到。那另外呢，我也想要讲说，其实我们自己在思考说要去做呃环境永续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都会讲说，在科博馆呢或者是科学类的博物馆，我们呈现很多的科学数据。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觉得呃，不管是艺术类的博物馆或者是科学类的博物馆呢，其实我们都还是有希望能够利用。 不同的视觉的一些效果来吸引大家，得到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自己在思考，我们在。 呃，未来的策展的方向上面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艺术家可以跟科学类的博物馆合作。那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呈现的艺术作品可以让大家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现在的环境的变迁，然后做出真正的这个行动。所以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呃开心的，今天有听到这个分享。然后我最后再讲，尤其是我想要我我想要应该是呼应，也是想要。 呃，去询问刚才第二位讲者，就是呃，Morris，呃、啊、，Francis Morris 的，呃，他的这个分享，尤其他讲到最后，我我自己心里在想说，他觉得说我们要降低这个碳足迹，我们希望不要办大型的展览，因为其实你办大型的展览呢，就会很多的观众，很多的观众来之后呢，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些所谓的 carbon footprint 会提高。 那其实对于我们做这个呃博物馆的来讲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来看我们的非常精彩的展示。那我们可以在展示上面呢，我们可以尽量的使用呃 sustainable 啊，recycle 啊这些。可是呢，你要把这个碳足迹降下来，把这个 visitor 要降下来的话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又冲突。 的一种说法，所以其实我想，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我还真的蛮希望，我想有些线上的观众和包括自己在内，都还蛮想请教这个，呃，这个莫瑞斯馆长啊，他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又能够降低碳足迹，但是呢，又能够让。 我们做的这些，我们想要 communicate with audience 的这种，不管是作品也好，不管是展品也好，能够真的有效的，难道真的要 go virtual 就是变成像是线上博物馆的方式吗？我我是蛮好奇这个，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呃问一下这个 Maurice 馆长。嗯、呃，谢谢焦馆长哦，其实您的提问刚好也是我们现场。 的观众哦，很想要在就叫这个 Morris 名誉总监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就先岔开一下好就是呃，请教一下这个 Morris 的总监，就是那那在刚刚提到的这些对于博物馆、美术馆做的这些大型活动，好所造成的一些环境影响的反思之后呢，那有没有什么新的好方法或新的策略？那我们先是不是先请？ 这个线上的 Morris 总监来做一个回应。Thank you。谢谢。我其实谈到这个所谓这种百事达模式办大型展览，就像你说的哦，就是呃，它其实就是一种冲突嘛。我们很希望这些在地。 国内的这些访客来看，但是他们来看，就是我们需要访客来看，才能维持这个财务的，才有收入。所以，我们开始在想，要怎么样？例如说，用更少的预算做到更多。所以，呃，我们有一个。 这个用木板，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我刚刚说的创作罗丹的展览的这个废弃的木材所使用的。它是一个很棒的这个展览，我们就是跟罗丹基金会合作，展了两百件的艺术品，三十万名这个访客来看，参展者。那可能这个展览办这样就要五百五十万英镑。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盈利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这个展览的这个废木材，基本上没值多少钱。然后我们就跟艺术家在这个夏天哦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就请了这个在地三十万名的这个居民来到我们的这个 Tate 博物馆一起来参加这个展览，所以同样。 这么多人，就是去看罗丹展一样，这么多人。但是我今天只要一点点的这个预算，一样就可以有这么多人来参加。那我想，这样的这个专案，它的这个效益，它能够激发年轻人的这个效果是更大的，它能够培养这个访客的忠诚度。 我们当然很喜欢办这些大型的展览，这没错。但是我觉得需要从跳脱我们既有的这个财务模型，我们不能就只是专注在这些预算、这些数字上面。我觉得就是重新平衡啦。所以一方面来讲，呃，举办更多这种参与式、互动式、协作式的这种大专案，让更多的在地居民可以一同参与。 那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实验过，就是办这种大型的展览，但是你不要展三个月，通常都展三个月。你要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展三年。呃，如果各位看过这个 Tate，来过看过 Tate，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展，它现在已经要进入第三年。那这个就很有效率啊，因为例如说运输，呃，这个差旅根本就是。 很少很少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个博物馆产业，就是要善用我们的想象力，那愿意去尝试不同的模型，也承担一些风险。这是我的回答，谢谢。Morris 名誉总监哦，那嗯、呃，有一个这个关联的问题，问到说，如果这个呃，为了考量。 呃，环境影响，好，那慢慢的这些有一些线上的展览，虚领的展览，那不知道这两位资深的这个呃馆长、策展人对这个线上展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这次请 Cote 馆长来，让我们听听你的想法。 虚拟的线上的虚拟的展览。Is that okay? Can you hear me now? 然后，呃，能不能请 Koto 馆长用两分钟的时间、okay,？I'm <right>.、um, not. 我自己是不喜欢啦，我也不喜欢。我只花两秒就。 讲完了，我其实根本就不太懂什么叫做线上的展览，因为这种艺术的感受啊度，整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果是实际上面的呃展览，人们可以有更大的参与度，但是如果是在线上的话，艺术它其实就没有办法真实的让我们的观众参与到这样子的呃一个跟艺术的互动跟感动。 所以，我其实这就是不太喜欢。那就像，可能可以用一些技术可以减少呃碳排放，但是科技它的这个呃，能够达到让观众的这种参与度 可能呃，我们未来可以来看看它的发展。但是，呃，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身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在线上开这个会议，我们不用飞到台北来。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技的应用，就是可能在未来科技可以再继续。 帮助我们的部分，但是如果是展览本身的话，我其实真的不太懂，搞不太懂这种东西。因为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看到很多博博物馆呢，都希望能够呃去利用这些科技的方法，然后获得呃观众来参观。那在这样子封城的期间，这是一个方式。 那，但是我们是希望这样子真实的在跟艺术、跟展场在真实的这个互动，它是没办法复制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方案。就是在这个场呃现场感受，它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虽然线上展不会制造任何的垃圾或者是观众啊、呃，这个探足机哦，但是它反而对于美术馆最根本的任务跟价值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因为这个场次观众的提问非常非常的多，我最后剩下两分钟，我想把这个问题呢再交给这个我们玉林馆长。呃，有观众提到说，那么我们看了新满的这些。 呃，非常宝贵的、好重要的这些经验之后呢，台湾我们怎么样跨管际去做这些呃这种艺术永续的这个价值观跟一些操作经验的这个推广？您觉得课题跟机会在哪里？我们只剩下两分钟，谢谢玉林馆长。嗯 这个 challenge 实在真的太大了哈，因为我其实还有后半段的 powerpoint 还没放，嗯，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还是先把它快速的走完好，然后再我就是就是看、就是、就是走走一遍就好了，那、uh, 嗯、uh,，OK，那好像没办法，那没关系哈，因为就给两位在线上的讲者，OK，好，好，好。 好，那其实有有一点点呼应刚才焦馆长提到的这一个问题，就是，呃，如何透过我们的展览，也是透过艺术家的创意，去让大众对环境的这个觉知。我只是想要分享几个，呃，高美馆的案例哈。那首先当然就是在展览的时候，哎，麻烦到下一张。刚才。 我已经有提到的这个泛南岛哈，就是 Pan o t e a n 这样的一个，去透过原民对环境永续的智慧的一个延续，但是透过艺术创作的方式。那在这个展览里面就不只是呃呃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包括非原民的作品。因为其实在这个展览里面，我觉得最有趣、最 innovative 的一个概念是，原民不再是我们说的那些原民，而是 premodern 在现代来临之前的我们的祖先。 都有对土地的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观念，也就是自然是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变成是被我们开发的资源，在这之前自然是一个崇高的。 provider，是个供应者。那我很想放这些图片，是因为我发，我相信对 Suzanne、对 Francis 都会觉得非常的呃熟悉哈。包括这个呃，还有台湾原住民的作品，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哈。那另外一个展览其实也在谈永续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是日本设计师哈啊，结川明明那高阿阿 k i l a 的这一个织织库啊，这一个展览哈、啊。那这个展览里面其实包括这些作品哈、啊，都是用回收的材料去制作。那这整个展柜由于是完全为这个展览 难制作，但是用非常非常好的材料，所以我也是很舍不得把它舍弃，最后还是捐赠给不同的单位哈。那包括刚才提到的泛南岛的那一个展览，也确实是把那一个呃呃道具交交给的呃转送了圆明会哈。那现在正在高美馆展出的这个人类是 Anthropocene，那我想就是更具体而为的透过艺术去感动呃观众。 的一个呃，对环境的一个认知，跟人类对地球造成的 impact 那个冲击哈，真的是希望上地球还愿意，神能还有给我们时间去做修补。那一些创意的活动哈，包括我刚才讲的园区，像菱角枭哈，这个其实就跟呃，教馆长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可能会有一些呼应。我们的自然生态里面有菱角枭，有老鹰，其实就是一个生态。 呃，多元生态啊、呃，完备的一个状况哈。我稍微放一下心，我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一位同啊同啊伙伴的一个创意哈、啊。那我们跟学校合作，为林角乡盖房子，然后小朋友一起来看。那最后那因为 COVID nineteen，我们还是继续，其实有点点回应 virtual museum 的概念哈、啊。但啊那个没时间回应了哈、啊，就是这一个这一个画面是因为两年的 COVID nineteen，我们不能做年终的忘年会，也就是所谓的 annual。 呃 e a r End Party 相对的，我就把那个经费送给我们每一位呃美术馆很辛苦工作的伙伴的一个刻制的，有着他自己的名字的杯子。我希望透过每天的使用，大家都记得自己的一点点力量都可以为这个地球带来改变哈、哦。所以我最后其实很快的抓了两句，就是 Jenny h o l s e r 的 Heard Earth 其实也是在那个嗯、呃、Francis 啊、呃、馆长的这边的呃简报有提到的。If not now, then when。 If not us, then who？哈，就是不是现在，那等待何时？哈，那最后当然就是 Francis 充满激励人心的讲说，There's simply no time to do，就是再也没有时间可以去让我们浪费。哈，那至于跨管际怎么合作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两天的啊，特别是 c m o m 的这个 Toolkit，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高兴透过这个机会，虽然之前确确实是有听过这个 Toolkit，但总觉得好像在运用上。 嗯，不见得能够转化回数据。那对高美管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改制为行政法人，所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呃呃 performance 是要透过董事会的一个评鉴哈。那个除了董事会之外，也就是啊、呃、支持我们的还有所谓的专业评鉴。那我也一直在提，就是把嗯、呃、作为行政法人，大家都会很在意所谓的呃量的一个成成绩的呈现。 可是，其实专业委员也都会一直提到，应该以值取代量，哈，也就是要有创意的 KPI 的呃指标。那这个点其实我也一直在提，哈，就是这个创意的 KPI。 呃，评鉴的一个指标，我觉得可能可以透过呃北医大这这连续两年的一个嗯、呃、做论论坛的一个举办哈，我们可以一起来集思广益，如何让美术馆的评鉴哈，不只是公立呃，不只是行政法轮化的美术馆，当然我们有比较多的创意的空间，而相对应的这些更大型的国立美术馆，也许也可以有不同的 KPI 的一个呃，透过文化部的方式去拟定之后。 把美术馆串联起来，思考借鉴 CIMAM 的的 toolkit 工具呃箱，然后也来呃回应不呃如果能够沿用当然就是沿用，又或许有一些台湾针对性的一些议题，我觉得其实今天就是一个 point of departure 哈，今天就是一个呃开始哈，那很抱歉占用了一些时间，谢谢。 呃，谢谢玉林馆长最后这个回应哦，为这个场次做了非常棒的一个 ending。那这个场次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再次谢谢两位演讲者，然后呃，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呃两位雨坛人。 可以看一下画面吗？<好>我想要跟 Francis Hank 实现呃呃招手哈，因为事实上实现的那一个呃那个 Sorry，呃 Francis 讲到的那个 virtual career 就是呃虚拟的虚拟展览，我也是不是很赞成。但是在疫情的时候不得已，但是虚拟的呃所谓的 career 怎么讲？那个作品的。 嗯，的照护者哈，我们今明年又跟泰德美术馆合作啊，现在正在泰德 TED Modern 展出的《c a p t u r e i n the Moment》将会来高美馆，将会来台湾。那我们其实 TED 就一直 TED 是 T E D 那个 TED 哈，他一直在讲我们需要 Cut down traveling 啊，所以出差会量会少，所以明年高美馆就会先见证一次虚拟啊，Korea、呃、怎么讲运运。运 运货运送者这个虚拟运送者的一个实践，那届时我想可以请到时候的高美馆啊，我们的馆长哈，好好的记录下来，那再用不同的呃渠道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各位，那嗯、呃、这个场次正式结束。